那些年。
反三甲的同学，祝福你们未来鹏程万里，一切顺利。那教安这边要勉励各位，快乐的人不是因为得到的多，是因为计较的少。希望各位同学把心胸都放宽，将来都能过平安、快乐、幸福的生活。加油！反三甲的同学，我是潘老师，很高兴在高中的时候可以跟你们共度很快乐的一年。那你们班的活泼跟贴心也是非常让老师印象深刻，希望你们毕业以后可以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得到你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很高兴能够担任你们板三甲体育老师这三年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们班是很活泼啊，但是又不会失去礼貌的一个班级啊。那我很喜欢你们班啊，希望不管是毕业以后你们是有继续升学也好，或者是直接就业的也好啊，就做以后做的事情，就是做觉得自己有意义，然后觉得对得起自己的事情，其实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对，那希望有机会也是常回来学校看看一些你们以前的老师啊，或者是跟同学也是一样，不要忘记高中三年的这个友谊。好，那最后祝大家未来都能够有好的发展，那就是不管面对什么啦，都能够保持一个勇敢的或者是真诚那感恩的心量。各位板三甲的同学，很幸运教了你们三年的国文，然后这三年并不只是老师陪伴你们，我也陪伴了13年。看到你们从很幼稚的国中生转变成一个成熟的大学生，其实老师心里面很感动。而且对任何的事情要有旺盛的企图心，所以要找到自己的目标。希望你们将来都可以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好好的去为自己打拼。那有空不要忘记多回来那个南宫来看看老师们，我们都会很想念你们班，你们班是很可爱的一班，一定要好好的期许自己哦。好，不管你们升学不升学了哈。好好规划后面的啦啊，如果升学的那四年要好规划好，现在就要想好，不是等学校决定再来想哦，因为你高中这三年很快嘛，有没有？那你从高中这三年怎么就规划后面的四年？等到大四上学期就要觉得我到底是升学呢还是就业，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工作才要去升学，就有压力了啊，你这个时候就要先想好啊。不过不管你做什么了，不管你升学还是就业，当下把它做好，就是你当下就是尽心尽力把它做好，这个最快乐，这样可以吗？啊，祝我们你们一帆风顺，鹏程万里。好，就这样。板三甲同学，恭喜你们要毕业了。老师相信你们也学有所成。在一年级、二年级的相处当中，老师发现你们有很多很多有特色的一些认知，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格特质，相处在一起就激发出很棒的一个班级，老师恭喜你们哈。那不管学习的结束如何，那老师希望你们一样要有目标，虽然是一个学习的阶段结束，但是呢往后的历程生涯还是需要有所规划。所以一样要定立目标，一样是要有这个计划，一样是要非常踏实的去做。尤其是老师很期待你们能够当时间的主人，绝对不要浪费。更重要就是要当情绪的主人，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在人生过程当中，把健康放第一，然后以后会组织家庭，有自己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把家庭放第二。再后呢，再把事业放第三，因为呢，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了。那有事业没有家庭，那也不够完美。所
以最棒的老师希望你每个同学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那老师呢，拿到这个就想到你们当时呢在教你们西利亚的时候、哈姆利克的时候，那老师非常的印象深刻，你们很认真、很纯、很单纯的在学习的时候，那种的感动，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不管怎么样，老师祝你们每个同学。都能够鹏程万里，一切成功。再见了，有空常回来台南高工。相信你们回来是给老师很大的一个惊喜，带着很有成就的一个结果回来。再见了，拜拜。板金科的同学大家好，你们。来电机科上机械电学，那老师很荣幸教你们机械电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你们来这里上课，表现真的是很好。那我都一直说啊，板金科啊是全校最好的班。然后呢，你们在这里啊，会抽烟的来到这里就不抽烟，然后呢，这个懒惰的来这里就很用功，啊，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讲的，我华湖地顶真的。该做二十个就做二十个，你们真的是超级的一个好班。可是，一眨眼，你看三年级了，你们要毕业了。老师在这里啊，祝福你们鹏程万里，前途光明无量。谢谢你们，好，谢谢。你们其实是我教过哈，觉得最细心、最贴心的一个班级。那从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就跟你们讲过哈，你们是钣金的进来，但是我们是要跟机械的一起去竞争，所以我们要钣金进来，机械出去。我觉得这方面你们很多同学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欣慰的。那我想毕业之后啊，你们应该要自己发挥自己的好的，发挥自己的优点。因为其实每个同学都有不同的优点，那你们发挥优点专长，我想在各方面你们就会很有成就。那当然，如果说你以后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愉快的事情，老师也希望你们能够回学校跟老师一起分享。不过要在我退休以前，但是我现在离退休还很久，因为我现在才18岁。加油了！我最喜欢的板三甲，好，拜拜。